目前主要是以亚洲和北美为主，在亚洲更偏文化性一些，在北美更偏娱乐属性一些。那在亚洲呢，文化各有特色，但是又相互共通，这些都是中国网络流行的文化价值观，同样也深受海外地区年轻人的一个喜欢。目前在美国呀、加拿大呀、澳大利亚买的比较多。